AOD တန်းကြီးဇင်လုံးမျိုးနဲ့တောင်ကြီးကြီးရွာမှာကြီးကြပ်ရေးအဖွဲ့ကိုဖျောက်ချပြီးရွေးချယ်ခံအုပ်ချုပ်ရေးမှုကိုအတိမပြုတ်ပဲမြို့နယ်မှာပြန်လည်ရွေးချယ်ခံမှုပေါ်ဒေသခံတွေကမကျင်းတတာကြောင့်မတ်လ၁၆ရက်နေ့ကအဆိုပါကြီးရွာမှာတရင်းစားရှင်လင်ပွဲပြုလုပ်ခဲ့ပါတယ်တရင်းစားရှင်လင်ပွဲပြုလုပ်တာနဲ့ပတ်သက်ပြီးမြို့နယ်အုပ်ချုပ်ရေးမှုနဲ့အဖွဲ့ကတာဝန်မှာရနာလိုက်တဲ့ကြီး
아 대표 이제 뭐 시반네. 지자에 보여 공동이 가고 뉴나요. 요소 소소해 비로. 저너로 지자에 보고 표차게 봐. 표차게 비로. 우리는 이제 유치하면 소위 좋아만 라비로 지자에 보네. 어쩌면 뭐 유치하면 하고 뭐 유치해. 뉴나마 거유 유치해 비로. 상해 캐봐. 아니 상해 캐면 뭐마. 이 뉴네 야유한 자관이 야유한이 비비냐리 비로. 지난 날간 날 뭐 무시해 줘 좀으로. 这三样，弟弟，我今朝都他妈土逼了，大家他们去办的。俺老妈，第二个人呢，你，有些来的，有些木，弟弟有些没膝盖，欧洲也木，有那欧洲，这把欧洲也木，弟弟在人没膝盖。今朝都，这把弟弟都来的比较，有那欧洲也木的，三大跑道方面非常，非常厉害。记者也拍过，特别给比较。 欧洲一亩油菜也弄个嘛嘞，这苦了比上一亩皮辣椒。季节一亩熬的苗青嘞，欧洲一亩油菜坚果，苗嘞嘛，咱上一开的落地也嘛嘞。这边欧洲一亩变了油菜也让那不得比，是农苗嘞，土地也苗嘞，欧洲一亩乌拉民族家嘞，苦了比较嘛嘞。啊，你在英国的来修复过喏，那都是英国人那边卡片嘞，都是说，啊，都是把都变下个了喏，啊，变下个比较嘛，啊，都是欧洲一亩油菜吧嘞，啊，油菜人里嘛嘞啊。 这种牛奶季节以后，你那多要，比如说，那都哪里有新的嘞？比如，比如说我们有，比如说牛奶啊，那个多啊，比如说大米买嘞，啊，都是季节以后里面，比如说啊，都是三三轮豆干，比如说三轮油菜，比如说啊，乌拉菜是熟的，啊，欧洲一亩地啊，欧洲一亩两地啊，我那，啊，这种牛奶哦，特别干的，三亩不得了，西药干，就那亩西药的，但这种牛奶哦，单价吧，单价的，啊，这种牛奶啊，牛奶是。 比如说你那一亩烤完嘞，烤完嘞，那么腊八五，那么腊八嘞，那种牛肉啊，你说，啊，直接一块五，那随便理解那，就是说偷回来吧嘞，偷回来比如说，啊，切的长长长，啊，当季节嘛，就是说多少油菜五，没偏来那的讲，那欧洲一亩油菜，一笼啊嘞，啊，就是说啊，地里嘛，地上好像嘛，皮带着，啊，就是说牛肉嘛呗，啊，烤一比如说，啊，直接一亩麻五，就是说油，地面挂嘞，地面不就那麻了，啊，直接一亩麻五啊，就是说欧洲一亩。 当季节越奥数码，欧洲一亩油菜产物国地面表面，有那欧洲一亩油嘛，季节一盘呢，变来油菜个样嘛，三英亩超十六亩呢，利润一百多块钱。